这个能成大事儿，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这老陆不会被他气死吧？马上去找个公用电话，打120，就说有个老头摔倒了，你怕他讹你，我敢赴。好。 山上，听说你出院了。龙叔，我在酒吧里处理一些杂事儿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金阳已经被你彻底拿下了吧？应该没有问题。那你就赶快加大力度，把金阳捏得死死的。只要捏住了金阳，陆安民就只能官官就范。到时候。 我们要共同迎接属于我们的辉煌。明白。我们的辉煌，做梦。那个辉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 检查都已经做完了，您先留院观察一下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 请问贵姓？您刚才问我贵姓？是啊，我觉得你挺面熟的。我姓张。姓张。 阿姨特意买了一条鲫鱼，我们家金阳啊，从小就爱喝鲫鱼汤，每次煮的汤她都喝的一口不剩。您别准备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佳蓉，你神色不对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阿姨啊？没什么。你肯定有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到底怎么了？ 金阳，金阳又和齐珊珊好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不会吧？我们家儿子再傻，他也知道齐珊珊对他是虚情假意的，不会吃他那一套的。他一直都吃他那一套，当初就是他引诱金阳吸毒的。 老陆，老陆，老陆，醒醒，老陆。
就是这件。醒过来吧，不会。我给他打了一针镇定，应该可以睡到明天早上。陆老四啊，陆老四，你怎么先倒下了？他今天出现了暂时失忆的现象。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他记不得我是谁了，不过这很正常。他得的是胶质母细胞瘤，大脑不断受到侵害。会出现一些症状，头晕、呕吐、行动障碍、偏瘫、失忆、失语，这些都是最坏的结果。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，然后就是死亡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阿姨，你想开点儿。金阳已经戒毒成功了，是齐珊珊陪他去的戒毒所。是他引诱洋洋吸毒，又是他陪着洋洋去戒毒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就是想控制洋洋吗？我们家洋洋如果跟他在一起，能混出什么好来？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陆叔叔是不是也非常生气啊？好像是，饭都没吃两口。知道了，我去买鸡蛋。家里还有鸡蛋呢，多买点存着。下场这么惨，你要保证三件事：第一，要尽量控制陆安明的病情，延长他的寿命。您是要榨干他？那当然。军饷一场酝酿已久的大赛，你为此准备了很多年，结果最后一分钟，对手居然退场了。虽然你不战而胜了，但那种感觉，比输了还难受。我明白。第二。你绝对不能让他失忆，更不能让他痴呆。我要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他是谁，我是谁，他对我做过什么，我将对他做出什么。我一定要让他清清楚楚的对我说：“龙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心服口服，我输了。”那第三呢？离季珊珊远点儿。我最近没招惹他。那最好。我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，才把他铸造成一只利器。利器不是用来谈情说爱的，而是杀人。别对他想入非非，否则我会很生气。我知道了。喂，金阳啊，在干嘛呢？我一会儿去你家找你。好，拜拜。阿姨，你干嘛？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您不能去。
阿姨，你想开点，金阳已经戒毒成功了。我求你了，咱回家吧，您别去了，你不能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划了他的脸，破了他的相，让他不能再去祸害别的男人。你放手。 这是何苦呢？就当是我替他流血了，还不行吗？你看，我没划了他，倒把你划了。你怎么跟着我家？这个傻孩子，你干嘛帮那个狐狸精挡刀啊？阿姨，我是为了您好呀，您家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。柳七珊珊这个狐狸精能不乱吗？ 阿姨，您就不为自己想想吗？您要是真的把齐元山给捅了，您是会蹲监狱的呀。您就算不为自己想，那陆叔叔呢？他现在这样，还受得了打击吗？还有金阳，他刚戒毒成功，如果有人把事情捅大了，他今后还怎么做人呀？好孩子。 为我们老陆家想的最多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金阳，是你。你就不该是外人。要不是金阳鬼迷了心窍，你应该是我们老陆家的儿媳妇。可惜呀，阿姨这辈子没这个福报了。阿姨，你要不嫌弃？ 就认我做干女儿吧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从小父母就去世了，我挺羡慕有爸有妈的孩子。不对，你是想死了对金阳的心，断了自己的念想。阿姨。 让我做您的女儿不好吗？我伺候您，给您养老，不好吗？好，可是孩子，你，妈，傻孩子，你是一声妈叫的，把我的心都叫碎了。 以后我会不定期的查你的岗，你没意见吧？查我什么？查你会不会金屋藏娇啊？我倒是想金屋藏娇呢，可是我这房子太小，也藏不住啊。听我哥说，你已经原谅他了，这不是给你面子吗？那你爸呢？我爸，我跟他谈判了，结果也没谈成，他还打了我，我觉得我估计我们俩也决裂了。 珊珊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让我好感动。哎呀，我也没做什么让你感动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可感动的？你为了我都试着跟你爸谈判，我没有看错你，金阳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认定你了，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压在你的身上，成为最大的赢家。从现在开始，每时每刻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 今天晚上要住这儿啊？当然，我要紧紧的抓住你，不许让任何人跟我抢。哎，不是，这孤男寡女的不太合适吧？什么孤男寡女啊？我们是幸福的一对儿。珊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是个大男人，我怕我绷不住，别到时候犯了错误，你可吃亏啊。那你犯错给我看啊，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人。我那个意思是，我有精神洁癖，你知道吗？
我觉得咱们还是到时候明媒正娶再洞房花烛吧，好不好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你是认真的，但是你认真的样子真的很可爱。好了，我听你的，一会儿我就回去。不过，我要你整夜整夜的想着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得的是胶质母细胞瘤，大脑不断受到侵害，会出现一些症状，头晕、呕吐、行动障碍、偏瘫、失忆、失语，这些都是最坏的结果。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。金阳，昨天你没事吧？只是暂时性的脑供血不足，医院都检查了，没事儿。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那么强硬吗？还扇了你一个耳光。我还以为你会顺水推舟，答应跟他们合作。我要是答应了，张念龙就会继续躲在暗处，所以，我只有这样强硬下去。他才有可能亲自出马，我才能有可能面对面的跟他交锋。昨天晚上张建龙上医院看过你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躲在柜子里。你也去了？好啊，张建龙终于着急了。老陆，你现在应该比他着急吧？我着急什么呢？眼熟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录音笔吗？你怎么乱翻我东西呢？你叫陆安明，你是一名缉毒警察，金玉兰是你的前妻，金阳是你的儿子。假如你忘记了这一切，就说明你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，要务必销毁包括录音笔在内的一切资料。我这是防患于未然。你撒谎！你都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怕你突然失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录下来给自己警示，警示你每天你应该干什么，你不应该干什么。你是不是把你后事都想好了啊？可惜我忘了提醒自己要把录音笔藏到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老陆，你的病情没必要隐瞒我吧？你是医生吗？就算你是医生，你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不是医生，我是你儿子，我至少可以给你分担一点，不可以吗？你替我分担的足够多了。我不瞒你，几个月前我还信不过你，一旦我倒下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这计划还怎么推进？现在我心里有底了，你完成了原本你完成不了的任务，你做到了我以为只有我自己才能做到的事儿，我以你为荣。哪怕我明天倒下了，都会走得很踏实。我知道你会把我未尽的事业继承下去，直到胜利。老陆，希望你能看到胜利。但愿老天开恩吧。我希望有朝一日，我能亲手为你颁发勋章。行了，说正题儿。我们演足了戏，张建龙误以为我们闹翻了，那我们以后就不能再见面了。我正在安排一个我们之间的联络人，你等我的消息。
寂寞的窗帘，等待风儿荡起秋千，冷风轻抚我。喂，珊珊，我在游泳呢，你过来陪我好不好？可是我不会游泳啊。可我喜欢你陪着我，我说过时时刻刻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好，你等着我吧。出什么事了？刚刚有人想要淹死我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到他的脸。我想我知道他是谁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自己回家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急诊室怎么走吗？知道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金阳，你要去急诊室啊？哎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干什么你？救你陈大人了！你给我装糊涂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让你明白明白。你不是对齐珊珊想入非非吗？啊，你得不到你就犯浑，要不是因为你给我爸看病这份上，我今天我废了你。误会了，我是清白的。你是清白的？那他清白吗？哎，给我过来，走，走。怎么样？呛水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姓金的，我跟你没完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起来，把头给我抬起来。来，对着这儿，给齐珊珊道歉，发自肺腑的，快。珊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
对不起，珊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看见没有？就这小子一顿臭揍，马上心服口服。他要是再敢臭来劲，我就把这视频传到网上去，我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你最好还是把视频删了吧。珊珊，这可是罪证，这不能删。哎，你就听珊珊的吧。我跟你说，这回梁子结大了。你们俩怎么都这么怂啊？这不是你们俩的风格吧？看来这张大文难道有来头？他狗屁一个，关键是他爹。他爹是干什么的？没事。你说呀，他爹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有什么来头？爸，今天这事儿您必须管。既然他打我，还把我按马桶里，逼我向秦然道歉，你要是我亲爹，就把他给我灭了。你是不是又招惹齐珊珊了？我招惹他怎么了？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我反复告诉你，别碰齐珊珊，别碰齐珊珊，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说吧，你到底又怎么招惹他了？他游泳的时候，我要淹死他。但是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你这是在逼他们兄妹俩造反呢？你谁让他对金阳好的？我得不到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。爸，您今天必须帮我出这口气。站到那边去。你要干嘛？站到哪儿去？爸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往后退。站好了，别动。我和你一样，我得不到东西，宁可毁了它。现在你在我眼里，就像这颗讨厌的球，回回跟我作对。我让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，我干脆一杆子把他打出局。爸，您可想清楚了，我可是您亲儿子，这东西打我身上可是重伤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才要好好的教训你。你要是躲过去了，算你命大；你要是被球打中了，算你倒霉。打出植物人也无所谓，我给你养老送终，你就自求多福吧，爸。大爷的，又打骗了。龙叔，您说，张道文一时糊涂，对你做了错事儿，他现在很后悔。他做错了什么？我忘了。你不是忘了，你是故意不想记得。你放心，这个情我会还你的。金阳一时犯了迷糊，对道文做错了事，他现在也很后悔。他帮我教训张道文，我应该感谢他，他用不着后悔。假如您能忘了他所做的事情，我心里就会踏实多了。也好，那咱们就把过去的不愉快都忘掉，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。谢谢龙叔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龙叔就是张道文的 father 吧。三件事儿给我一字不差的记着。第一件事儿，别再惹是生非。第二件事，康复中心那边以后就不要再去了，你搞的那些实验也就到此为止吧。爸，您什么意思呀？您可想清楚了，我新研制产品马上就要量产了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克的成本不到200，一手价的利润就超过3倍了，比印钞机还快呢。您能不能别老抱着那些老……行了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就你搞的那点实验，在我整个计划当中屁都不是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爸，您太瞧不起我了。不就你那点儿胸怀事业，你让我怎么瞧得起你啊？还想接我的班？哼！第三件事儿，金阳出了事儿我找你，陆阿明出了事儿我更找你。
下了颗龙蛋，浮出一条蚯蚓。你猜的没错，龙叔就是张道文的父亲。哥，金阳为了我都跟道文反目了，有些事情不能再瞒他。金阳，龙叔就是我们物流公司那个看大门的老张。什么？老张？就看大门的那老张？惊着了吧？他不是在给我看大门呢，他是在给自己看守家业呢，看着我们呢。那是，我还一直以为他是我的粉丝呢。要这么说的话，这老头城府也太深了吧。所以不是我们认怂，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怕他。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他，我可得好好会会他。哎，我说你省省吧。啊，他不想会你，你已经烧高香了。我告诉你，他要真盯上你，你和你的家人都小命难保。我真没吓唬你。有这么厉害吗？来了，小杰啊，师傅，你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快进来。啊，你的最新身份资料，我帮你补齐了，你看一看。啊，挺好的。坐坐。应该不会有什么破绽吧？嗯。你见过陆海拉？据他反映，张道文因爱生恨，对齐珊珊动起了杀心。龙叔呢，当面当了和事佬，把事儿给压过去了。但他们好像已经貌合神离了。他们的矛盾越尖锐，张建龙就越早现身，因为他需要我帮他压阵。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啊？这资料是您帮我补齐的，我现在是谁啊？考我？有这必要吗？我姓什么叫什么？你姓周，你叫周。来，周。周冰，冰雪的冰，对吗？没错。哎呀，这话都到嘴边了。错了，我不是冰雪的冰，我是士兵的兵。哎呀，最近这个记性啊有点差。是挺差的，连一个最简单的出门带钥匙带包，手机关电源，连一个最起码的睡前关灯还要用一张纸条来贴上它。师傅，您是不是生病了？阿尔茨海默症。师傅，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师徒、上下级、同志，我们更应该是亲人关系。我信任您，我也希望您能够对我毫无隐瞒。您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？恶性脑瘤，治不好的那种。陆海知道吗？他知道。他还叫我傻丫头，他才傻呢。师父，你更傻。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？这段时间你们得受多大的煎熬？你们父子俩是怎么煎熬过来的？我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是。你视死如归，我敬佩你。但是师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已经成为了整个布局当中最危险的可怕变数。您随时都会失忆，随时都会倒下，哪怕一次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您和您的儿子置身于死地，您知道吗？
甚至满盘皆输。您在玩火，师傅。其实我都明白，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。小姐，谢谢你，也只有你才敢不顾情面的刺痛我的软肋，让我惊醒。我是要面对现实了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绝不能让整个计划中途夭折。小姐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同时也需要你保护陆海。我郑重地向你提出，让你加入行动。有急事儿，求速见。当时我们约定过，为你安排联络员，现在已经安排妥当。去大成武馆找周斌教练。这个老棺材啊，我在前面给他卖命，他让他儿子在背后搞我老妹，你说有这么多大哥的吗？哥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已经很忍他了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以后我和他必有一战。金阳站在我们身边呢。他有个屁用啊！他爸呢？也对呀，他爸有用啊。现在你应该不反对我们两个交往了吧？不反对了。哎，老美，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不但不反对，还得支持你们俩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要不给你们俩请个保镖吧？你是我老妹啊，我得保护你的安全。那个金阳的死活呢，也直接关系到咱俩以后的生死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请保镖。哎，你好，各位，打听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周冰的教练？我就是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就是周冰教练？不信怎么着？那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好，那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阳，是一位姓陆的先生介绍我来这儿的。早说呀，他已经替你报过名了，以后啊你就跟着我学习搏击。周教练，那以后多多关照，多多指教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你干嘛这么大脾气？哎呦啊！哎，我为什么生气你不知道吗？肩膀有伤。哎呀，我这肩膀有伤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哎呀，行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不啊啊啊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为什么对我隐瞒病情？愚公，我是你的领导，于私，我们是40年的老伙计，我真该狠狠地处分你。
你是医生吗？不是。你能治好我的病啊？不能。说了有用吗？没用的。你还有理了你啊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陆海正在执行卧底任务，而我随时可能病发。那就立即终止任务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任务已经无法终止了。起伏的情节，犹如大自然在转变。无法预测的风雪，如遇挫折时的激烈。在我遇到暴风雨，期待着温柔的声音。除了安慰与鼓励，我需要的还有倾听。内心的顾虑，我需要无限的勇气。谁能懂得我情绪，感受我内心的闷气？爱我的人别担心，原谅我偶尔发脾气。世间万物皆有因，希望你的鼓励带给我适当的温馨。晴朗天空的白云需要阳光照射放映，狂风暴雨的降临需要伞来遮风挡雨。灿烂人生的经历需要真心体会心情。爱我的人别介意，我需要是将心比心。